德惠公主朝鲜李氏王朝末代翁主令人唏嘘的一生。韩国电影《德惠公主》艺术再现了朝鲜李氏王朝末代翁主令人唏嘘的一生，虽然此片中不乏虚构的情节，但是这些情节毫无做作，是当时无数朝鲜人的命运的缩写。观众也可以借这部影片了解朝鲜在那个时代的国仇家恨。 这里介绍影片当中的一些相关人物和历史背景，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影片。朝鲜高宗李希，片中的老国王，这位国王的和他家庭的命运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。他12岁以王室旁之继位，父亲兴宣大院君摄政10年，还帮他娶了个漂亮老婆，名称王后敏慈英。这敏妃本来就是兴宣大院君老婆的娘家人。 本应是亲上加亲，不料温习之间竟然进行了长达20多年政治斗争，中间发生了无数的故事，两人均极其极落。为了进行政治斗争，双方不惜向外国求援，甚至动用炸弹暗杀，不但是造成了家庭的悲剧，更使导致国家大内耗。最终，两人的斗争以大院君和日本浪人一起进入宫廷，敏妃被日本人乱刀杀死告终。 高宗因此也和他的父亲反目。你对于德惠公主令人唏嘘的一生有什么看法？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在这之前，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，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最新影片。敏妃死后，日本人势力更大，推行殖民统治，引起社会骚动。 高宗被亲俄派大臣蛊惑，跑到俄国使馆躲了一年多。日俄战争后，日本完全控制朝鲜，设立统监府。在片中，韩固问说：“朝鲜王室也由统监府管理，就是指这个机构。伊藤博文就是第一任统监。”李希虽然被日本人控制，但是并不甘心，秘密派遣特使向海牙万国会议陈情。 不料事情败露，日本人逼迫他退位。片中刚开始，皇室拍照片，可以注意有两个穿皇帝衣服的，因为这时候老国王已经退位，是太上皇皇太子李治继位。不久之后，日本又强迫日韩合并。 合并以后，李希还是不甘心，想在1919年巴黎和会再派密使，被日本人警觉之后遭到毒杀。本片也就是以这件事开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封建王朝中，无论是不是敏妃亲生的，都是认敏妃为母后。所有的王子公主与日本人都有杀父杀母的不共戴天之仇。 纯宗李植，片中第二代国王高宗和敏妃唯一的儿子李植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后又被人下毒抢救回来后，身体更加虚弱，娶了尹氏做皇后。日韩合并之后，李植退位，朝鲜王朝覆灭，最终忧郁病死。李植因身体原因无法生育，他死之后，王室嫡系血脉就断了。 因亲王李寅言贵妃所生，13岁留学日本，娶了日本皇亲李本宫芳子。说起这门亲事，李本宫亲王本来是不能接受的，后面天皇出面做工作才同意。非常幸运的是，这位芳子是一个贤淑的女人，嫁给李植以后就随夫姓李。结婚后，两人感情很好。 李寅在日本陆军做到中将，生活待遇优厚，所以他并没有过要逃到上海的想法。战后，李承晚怕王室回国对自己总统的地位不利，不允许王室回国。李寅在日本生活困苦，后期生病住院，直到朴正熙执政才让他在昏迷状态下回国。1970年病逝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芳子跟随李寅回国以后，为了向朝鲜人民赎罪，办了一个特殊学校，教育残疾儿童。这里补充说一句，当时日本积极让朝鲜和满洲的王室与日本皇室通婚，这些嫁给朝鲜满洲贵族的女子，在战后基本还是跟随自己的丈夫，比如李芳子，又比如溥杰的妻子嵯峨皓。一亲王李刚，本片中没有出现。 高宗和一个宫女生的儿子从小不受人重视，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位王子却相当有血性，一直暗中从事独立运动。
他曾经策划跑到上海参加韩国临时政府，中途被日本军警发现，之后被软禁在一个岛上。电影中李寅他们试图逃往上海的情节其实是改编于他的经历，直到解放后回国。德惠翁主，高宗和梁贵人所生，因为是庶出，所以是翁主。高宗十分疼爱这个小女儿，怕日本人夺走，早早就定下婚约，金章汉肯定是虚构了，可是不久之后高宗就去世了。日本人强迫去他去留学，哥哥纯宗无力保护他，到了日本，李寅想把他接过来一起住，日本人不同意。此时的德惠就精神就非常抑郁了，身体也差，据李芳子回忆，去车站接他的时候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不几年，母亲梁贵人去世，日本人特准15天回国，影片中是改为不许他回国。这次亲人离去对德惠打击更大，回到日本后精神出现问题，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抑郁症，病情时好时坏，19岁的时候有所好转，日本政府安排他嫁给了宗武志，宗武志是对马岛藩主的儿子，论地位并不如李芳子那样高贵。之后的故事就如电影中所讲述的，德惠一直到老年才回到韩国，与大嫂尹氏住在一起。正所谓雕栏玉砌砌金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片中除了再现翁主的一生，为末代王室做一首挽歌外，也对本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做出了批判，比如无法保护臣民的国王，助纣为虐之后又摇身一变的汉奸，苟且偷生只知道个人家庭的王室，还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忘记国耻的一些人。整部作品情感真挚，表演出色，服装道具也十分用心，内涵十分厚重，是本年度韩国电影的佳作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下方评论留言，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，谢谢。下部影片预告：揭秘朝鲜国王有资格穿五爪龙袍吗？与明朝天子的龙袍有何区别？